刚刚我们讲的 moving average 移动平均法，移动平均法很有用，很简单啊。那么它是以前我们所讲的天真法的一种呢，一个广泛的一种广泛的应用啊。天真法是属于其中的一种方法，所以整个的预测方法其实是以 moving average 为一个主流啊，主要的一个方法。你在时间序列这个统计学分析里头，你处处可以看到 moving average 的这种计算。那么它的思想呢，就是你把过去每一段时间之内的值去求它的平均数，那它的平均数在移动，这是一个主要的方法之一。另外一个方法呢，就是我们这边呢推而广之的要讲另外一个方法，816页的叫做 weighted moving average， 就是加权移动平均法。加权的话呢，就是说你要让你的平均值啊，不要每一个期间它的重要性都一致。各位同学看一下 moving average 的它这个方法，你看每一个每一时期它的权重是不是都是 k 分之一 k 分之一？那你全部都是 k 个，所以 k 乘上 k 分之一，当然就等于一了。所以移动平均法，你只要讲到平均法，代表每一个因子的权重，权重代表它的重要性，都是相等的。可是你真的觉得上一个礼拜对于我未来这个礼拜的预测性，跟两个礼拜以前、跟三个礼拜以前，对于我现在这个礼拜的重要性，都一样了吗？哪一个礼拜对我最重要？如果要预测下个礼拜，是不是上个礼拜、上上礼拜、上上上个礼拜三个，如果 MA3 来预测的话，哪一个礼拜对于下个礼拜最重要？是最靠近那个礼拜最重要嘛，对不对？那如果是这样，你怎么把每一个礼拜的权重都设为 k 分之一呢？你的 moving average 的权重上的概念来讲，本来就是讲说的每一个礼拜的重要性都是相等的，这个概念需要检讨。我们不要把它让它变成是一样的。好比说，我们在 MA3 来讲的话，如果讲 MA3， 我们让它变成怎么样？这个 yt 减一 yt 减二除以三，这是三分之一三分之一三分之一，这是 moving average 的概念。现在如果我是 weighted 有权重的 moving average 的话，我不要让每一个的重要性都一比一比一，每一个都重要性都三分之一，我那变什么呀？那变一比二，比三，一比二比三，这么一来的话呢，我下面这个分母啊就改成六，一加二加三嘛。一加二加三就是全部的重量当分母，所以每一个权重呢变成六分之一，第二个是六分之二，第三个是六分之三。这种叫做加权，有权重的移动平均法。前面呢，你只有 moving average， 是但是没有加权的，看你要用哪一种方法，哪一个方法比较好？你觉得呢？你觉得哪一个方法比较准确？是不是应该有加权的？加权比较合乎啊理性，就是最靠近的这个礼拜，对于现在影响是最大的，所以应该权重应该比较增加。至于你增加一定是一比二比三吗？也不一定啊，你可以比多少，随便你举一个二比三比五可以啊，那是十啊，
十分之二、十分之三、十分之五，可不可以？五比七比八也可以啊。五比七比八是多少？20分之5、20分之7、20分之8。所以你随意你取它的权重，总之你有的权重进去以后，就能够分别显示出每一个时期的它的重要性。这种方法叫做加权移动平均法，有没有问题？没有，很简单。再看一个，这个方法就稍稍有一点难了。这个方法叫做指数平滑法。Exponential smoothing， 它的式子它是这样的哈 ，forecast FT T 加一个礼拜，你对于它的预测，它是来自于前面那个礼拜实际发生的值，加上前面那个礼拜预测值，可是这两个实际发生的跟预测的值，它们之间的权重不是一样的。一个权重是阿尔法，一个权重是一减阿尔法。那阿尔法就什么呢？阿尔法小于等于一，大于等于零，它叫做 smoothing constant。叫平滑，平滑常数 ，smoothing constant。所以如果是这样的话呢，各位同学发觉这个东西啊，看起来有一点啊，看起来好像很简单，但是它跟指数产生什么关系呢？指数在哪里呢？啊？同学一定会问，我们来看一下，如果我把它给简单来看的话，我要预测第二个礼拜 T 等于一的时候是阿尔法 Y 一加上一减阿尔法乘上阿尔法 F 一。那么如果是一的话呢？第一个礼拜的预测。那这是零，那这没意思，先不管它。我们从 F 二开始来 ，F 二开始来的话呢，同学看一下，第一个礼拜发生量，我们以刚刚所讲的，第一个礼拜，这是 YT， 这是 T， 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一十二，这是 FT。现在来看的话，好，各位同学，你看第一个礼拜 Y 一，第一个礼拜的预测应该多少呢？第一个礼拜无从在上面嘛，这第一个不开始，所以一般来讲呢，我们在这个指数平滑法里头，我们说把 F 一啊，令它为等于 Y 一，这是一个 convention。Convention 是什么意思？就是大家愿意共同遵守的一种，一种惯例。Convention 就是一种惯例，啊，按照国际上头大家共同愿意接受的一种惯例，就是你第一个礼拜的预测量，实质上呢就是你第一个礼拜实质发生的数。所以 F1 等于 Y1， 如果这样来看的话，你看看 F2 等于 Alpha 乘上 F1 等于 Y1。是一减阿尔法乘上 y1， 啊，这样一来等于什么？是 y1， 所以 f2 呢 ？f1 等于 y1， 所以 f1 等于多少 ？y1，f1 等于17 ，f2 呢？
等于 y1 是在这边， y1 是17， f3 等于多少？ alpha y2 加上一减 alpha f2， 一减 alpha f2， f2 是多少？ f2 是 y1， 可以看到 f2 由于这个惯例的关系，所以我们可以推出 F2 本来应该是这样子的，但是 F1 呢，事实上我们把它看成是 Y1， 因为是这样子，所以说我们可以得到 F2 事实上是 Y1， 所以 F2 是 Y1。 那么 F3 呢， F3 呢按照这个式子应该这样子，可是你的 F2， 你的 F2 刚算出来 F2 是等于 Y1， 所以带进来等于这样子。所以第三个礼拜的预测量是 alpha 乘上 y2 加上一减 alpha 乘上 y1。 f4 呢， alpha 乘以 y3 加上一减 alpha 乘上 f3， 可是 f3 是多少？ f3 刚刚算过了， f3 是 alpha y2 加上一减 alpha y1，因此这个式子展开来会变成 各位有没有发觉它也慢慢地显出一种规律性出来， alpha 乘上 alpha 一减 alpha 一减 alpha 的平方。而且你说发觉的它的权重啊都相加一定等于一，你看这个权重相加等于一，这边这个权重相加也会等于一哦。alpha 加上 alpha 乘上一减 alpha， 权重也会等于一的。你拿 alpha 加上 alpha 减 alpha 平方加上一减掉两倍 alpha 加上 alpha 平方，各位同学你看一下，这边有三个权重，这三个权重相加会不会等于一？一定等于一了。二阿尔法，负的二阿尔法，这边两个阿尔法消掉，负阿尔法平方，阿尔法平方相加等于一，所以三个权重相加等于一。可是呢，这三个权重的分类啊的一种区分呢，分得如此的漂亮。你看阿尔法，阿尔法乘以一减阿尔法，一减阿尔法的平方 ，F5 试试看 ，F5 等于多少？你 F5 是 alpha 乘上 y4 加上一减 alpha 乘上 f4， f4 是什么？ f4 是刚刚所想的这个 alpha 乘上 y3 加 alpha 乘一减 alpha y2 一减 alpha 平方的y1， 乘开来变成 alpha y4 alpha 乘一减 alpha y3 alpha 一减 alpha 平方的 y2 一减 alpha 的三次方乘上 y1。 这样下来的话呢，最后你可以得到了，如果我用 ft，最后你会得到 ft 应该是 alpha 乘上 yt 减一，这边是五，第一项一定是少它一个，再来你的权重会变成开始有一减 alpha 进来了，然后 y 的 t 减二，阿尔法乘以一减阿尔法的几次方，这边是一次方，这边是零次方，一次方，两次方 ，t 减三，一直到最后是多少？最后也是一样，是阿尔法乘上一减阿尔法的几次方。这个先不要好了，先来一个一减阿尔法的几次方啊。一加三等于
四，是不是 T 减一？最后一句一，这边是 T 减二，一哦不 ，T 减四，这应该一加这个都等于四，一加这个那应该是 T 减二。y 一乘上一减阿尔法的 t 减二次方，它的全座变这样子。好，这是最后的一项，最后一项是一减阿尔法的 t 减二次方，因为它这个指数啊会跟它这个地方相加，一定会等于这个地方。你把握这个规则，所以说二加上 t 减三会等于 t 减一。前面这边还是保持都是阿尔法的一次方，可是你的一减阿尔法进来以后，从零次方变成一次方，变成二次方，一直增加，增加到 t 减三次方，然后阿尔法没了，最后是 t 减二次方，而变成这样的一个通式。OK， 课本是没有写这个通式，课本是告诉我们你可以发觉它的所谓的指数平滑法的话，到的第五次的时候呢，它变成这样漂亮的平行啊。你注意一下，它的权重相加一定是等于一啊。你也可以去证明一下，把这些指数相加起来，最后阿尔法它的权重一定等于一。所以如果你要做这种题目的话，没有关系，你就是一个一个这样带进去啊。做了第一阶，你就可以得到第二阶，得第三阶，得第四阶，这样一直下来都可以。为什么叫指数平滑法？指数在哪里？就这边了。你看它这边，它说是以指数不断的递增的方式，指数不断递增的方式。这边是一次方，本来这边是零次方的，啊，一二三，指数不断递增，阿尔法乘一减阿尔法的几次方。所以你看它原来的式子是这个样子。看起来好像不动声色的跟指数不相干，但是你把它推广出来以后，推展出来变成是，事实上它的平均啊，你的预测完全是建立在从有史以来到第二次一直增加到了上一次。所以事实上这个指数平衡法像不像我们刚刚讲的天真法的下一个方法叫什么法？跟天真法相对的那个方法叫什么方法？所有过去的历史资料通通把它放进去，对不对？可是我们那个时候放进去的方法是什么方法？通通都是同样的权重，对不对？是不是过去同样从第一次一直到上一次所有发生的通通算，对不对？每一次权重是不是都是等量的？可是现在你看看指数平滑法呢，虽然全部都算，但是它的权重你可以发觉哪个最大，是不是最靠近的那是最大，其他是不是都是越来越小越来越小越来越小，因为阿尔法都小一样。所以你的层次越多，你的指数越多的话，它的值一定越低啊。那权重越小啊，越远的地方权重越小，越靠近的权重越大。所以它这个平滑的很漂亮啊，很 smooth， 叫移动，这个不叫移动平滑，这个叫什么？指数平滑法 ，exponential smoothing。啊，那同学你可以看一下，它在818页这样上方那边，它设定 alpha 等于0.2，哎 ，alpha 你可以随便选啊，你可以选零到一之间的值都可以啊，你不一定要选0.2。电脑有了，你可以叫电脑帮你算，一下就出来，然后你去选择阿尔法等于0.2，阿尔法等于0.3的时候，它三个误差，我们刚刚讲是不是三个误差量？哪三个误差 ？M A E M S E M A P E， 对不对？你去比较这三个，所以你可以设什么？你可以设阿尔法等于0.2的时候去算一次，算一下它那个 MAE、MA、MSE、MAPE， 然后你去算阿尔法等于0.3的时候，阿尔法等于0.8的时候，你可以 try 各种阿尔法值，然后去算那三种误差量，
看看哪一个 alpha 的时候它的误差量是最小的，你就了解说在这个题目，在这种情况，在这种产业里头，在这种的商场，在这种市场里头，你 alpha 应该设多少。所以 alpha 应该设多少呢？设一个使得你的误差量最小的。好，我们的习题啊，有些习题都是属于这种题目啊，回去可以自我练习一下。那现在你看一下818最上方的那个17-10的那个 table 里头，它把呢 alpha 等于0.2的数据所得到的 forecast 得到出来了啊。同学你看那个 forecast 就是用刚刚那个方法，指数平滑法那个方法得到的，然后也算它的 forecast error， 然后算它的 MSE， 它的 square error 呢，总共相加是98.8。那么如果要算 MSE mean square error 呢，你还要再除以多少啊？还要除以第二个礼拜到第十二个礼拜，还要除以11，啊，才会得到呢真正的 MSE 出来。那你也可以去出来呢不同的 alpha 值，再算它的 square error。各位看一下820页最上方这个 table 里头，17-11这个 table， 我们可以把 square error。你看它算 alpha 等于0.3的时候，它的 square error 是total 的 square error 是102.83。alpha 等于0.2的时候，你的 total square error 是98.8。啊，显然你 alpha 等于0.3的时候呢 ，square error 是比较大的。所以在这个题目里头，我们不要选 alpha 等于0.3，我们要选 alpha 等于0.2。啊，所以这两个图呢，这两个表告诉我们这样的道理。啊。那么如果你把0.2的这些 forecast 的结果呢把它画出来啊，画出来的结果你会得到这个一条蓝色的很平滑的穿越整个原来的实际发生的量，非常平滑，这个平滑的程度呢，胜过我们在815页，各位同学翻到815页那个图，同样的绿色的线，因为同样的12个礼拜的石油汽油的销售额，然后销售量，那815页用的方法是 moving average 3，3个礼拜做一次的移动平均法。所得到的蓝色的那样的平滑曲线，跟现在用 alpha 等于0.2的 smoothing error 的exponential smoothing 的方法所得到的一条蓝色的平滑线，很明显的可以看出，这指数平滑法的平滑的程度啊，那胜过 moving average 啊，看到没？是不是更平滑了？啊，更 smooth 了啊？所以这几种方法，像 moving average， 像 weighted moving average。像 exponential smoothing 这三种方法其实通通叫做什么法？通通叫什么法？通叫 smoothing， 通通叫平滑法啊，都是要让你的曲线让它变得更平滑啊。为什么要平滑？同学为什么要平滑？谁可以告诉我一下，说一下怎么样？为什么让它平滑？刚刚不是讲过了吗？平滑的话就可以找出它的什么趋势，也可以算出它的什么它的平均，是不是啊？那你可以去掌控呢它整个演变的那个轴心，找那个轴心，找那一次你 up and down， 可是你掌握那个轴心它就脱不掉，脱离不了你的掌控。有没有什么问题？讲到这边，这一章啊，重写了以后呢，他这一章呢写的比较好哈。同学，其实后来还部分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东西，不过我们先这样子。紧接下来我们看一下17-4这一节谈的这种 trend projection。Trend 就是它的趋势，趋势的预测法。你要抓那个趋势。我们刚刚所讲的呢，这个 moving average 或是 weighted moving average 或是这个 exponential smoothing，
基本上呢，这三种方法呢，相对来讲都是对那个 horizontal pattern， 就是对水平的时间序列。因为你看看，819页的17:18的那个图啊，它本质上就是一个 stationary horizontal 的一个 time series， 是水平的。所以在水平的情况下的一种时间序列呢，我们比较容易掌握它那个轴心。啊，就用这移动平均法 smoothing 方法去算它。但是我跟你讲，如果你现在不是水平的，而是一种趋势的一种线的时候呢，你去算它的话，就比较难以去得到了这样的一个平滑的曲线。在这种情况下做平滑没有太大意思，反而去掌握它的什么，直接去掌握它的趋势。所以才会有17:4这一节的产生，它是直接去掌控 trend。trend 的话呢，就是趋势了。趋势这条线怎么掌控呢？大家看一下824页，17:9那个图最上面呢，它是一个不断在上升的啊。虽然在局部范围内它会有上上下下的情形，可是它是以一年为周期的季节性的一种变动的一个曲线，在变动的范围当中。不难看出它有一个趋势，来看它是这样子，你看在局部范围之内，它有一个周期，它有一个季节性的一个周期，可是整体来讲，你会发觉它是有一条什么，有一条趋势穿过 ，OK。所以同学你看一下824页底下那个图啊，那个蓝色的线穿越呢这些绿色的这些线啊，那这个蓝色的线是充分代表它整个时间序列的一个成长的情形，它的一个趋势。那趋势呢，这个地方呢，它用一条线来代表它，它把它当作回归线来看。所以825页上方那个线性的那个趋势线，线性趋势线，事实上各位同学看一下，这个趋势线让你想到什么？纯粹看17:10那个图，那个蓝色的线让你想到什么？是不是想到回归线？啊，很好，是不是你那一些点，那有一条线穿越那些点，所以这条趋势线呢，最好能够掌控的，事实上就是什么线？回归线。那可是呢，你要知道，回归线一定是什么线？直线，它不会是曲线。因此呢，这边用回归线的方法来做的预测呢，它一定是抓什么？一定是抓线性的。所以它的方法叫 linear， 它叫线性的趋势线，一定是 linear。因为我们所做的回归，事实上绝大部分都是线性回归嘛，所以一定是直线的，所以它抓的趋势一定是直线的一种趋势，啊 ，OK， 所以同学看一下，如果这样一来的话，那所以我把它化成为回归线的预测线，那就很简单了。17:4，你看大 T 等于 V0 加 V1 乘上小 T， 小 T 就是时间。啊，像你 T 等于什么 ？T 等于一就第一年 ，T 等于二第二年，对不对？啊，以此类推，然后放到了这个回归线里头，你看下方它得到17:5跟17:6这个地方，去算出了 B0 跟 B1。哎 ，B0 跟 B1 这个事实你要不要背啊？你不用背，因为 B0 跟 B1 跟回归线是完全一样的。啊 ，B1 的算法是不是跟先前算法是一模一样的？只是它现在把 X 变成 T 小 T，Y 变成大 T， 看到没有？啊，那他又把那个大 T 变成是大 Y 了哈、啊，所以变得只有小 T 跟大 Y 之间的关系。好、啊，所以17:5跟17:6这完完全全是先前我们在14章，这个 B0 跟 B1 的一个算法。翻过来，我们看826页，
最上方十七至十三的这个 table， 这是要告诉我们怎么算 b 零跟 b 一出来的。那么以刚刚那个例子而言的话呢，这个例子是 bicycle sales， 它是脚踏车的销售的情形。是看823页左下角那边，现在不是讲汽油的消费的那个例子了，它是十个年度，它不是十二个礼拜了，十个年度每一个年度脚踏车的销售量、销售额，它的销售的金额啊。刚刚那个汽油的消费量，那个不是以金额来算，现在这边是以金额来计算。好，现在透过那个表，然后去计算 B 零跟 B 一出来，然后得到的 B 零是多少？20.4 ，B 一是1.1，因此你整个的回归线，那它这边把它叫做线性的趋势线。啊，那趋势线是线性的，直线的，那么算出来的值啊是这个值，是这个。大 T for 小 T 20.14加上1.1乘以小 T 20.4加上1.1乘以小 T， 所以你掌握到了趋势线以后呢，你如果呢要把你的小 T 做一下变化。所以像这个题目呢，是第一年到第十年。现在如果你已经有它的趋势线以后，你可以去预测下一个年度，下一个年度是多少？是 T 等于11的时候，或 T 等于12、T 等于13的时候，你都可以分别带进去。来看在那个年度上面，它的趋势值应该是等于多少？趋势值是什么？是这条直线，所以 T 等于11。T 等于12的时候，它的这一条线的值应该是多少？那你只是得到穿越这些点的一条回归线的值，可是呢，真正预测值呢？真正预测值还要再加减一个量才得到，所以必须要得到这个预测值啊，跟上面发生的这个值到底中间还有什么学问在这里头？要加一个量或者减一个量，才能真正得到它的预测量。但至少呢，你透过回归线呢，你掌握它的趋势值，啊，在趋势的这个层次上头呢，它的值应该等于多少？我们可以得到了啊一个基本的概念。然后我们也可以算出它的 mean square error， 啊 ，OK，mean square error 就是什么？就是，回头你看一下。827页最上方，当你把它的预测量啊，它实际发生的数额的那个销售量，17.14的那个表啊，左手边第二行是 actual value， 所以是 YT， 在右手边这一行是 forecast， 那就是 TT。那么在右手边的 forecast error， 那就是21.6减掉21.5得到0.1，啊，其他也是一样，都是 yt 去减掉 tt 所得到的叫做 forecast error， 把它平方叫 square forecast error，total 是30.7除以全部十个年度，啊，除以十个年度的叫做 MSE， 这个 MSE 是3.07，啊。这个3.07呢，这个 mean square error 是我们在做时间序列的预测准确度与否的一个指标，叫 mean square error， 得到3.07。那这个30.7呢，它如果除以它的30除以8，你就要注意这个827页上方这边有一个值，它是除以8。这个除以八呢，是从回归的角度来看呢，啊，回归的角度，因为它的自由度是多少？自由度不是十，而是八，所以你看它的自由度的是 n 减 p 减一嘛，
还记得 N， 记不记得我们的 MSE 的自由度是多少？是不是 N 减 P 减一，是吧？那现在 P 等于多少 ？P 是只有一个嘛，所以 N 减二，十减二那是八，八个自由度，所以你除以它的八自由度，得到3.837，啊。那么这个地方呢，这个是，跟先前除以十那是不一样的，因为先前除以十那纯粹是就你在做时间序列的预测上头，你要去除以十个礼拜。这边是就回归的角度来看的话，你的 mean square error， 你的 mean square error 是指什么？大家如果还记得的话 ，mean square error 是指你这一条回归线穿越这一点，然后呢，它这些误差量。这些点跟这条回归线之间的误差量，是这些误差量，这些误差量的平均，跟我们去讲说你这个预测方法啊，跟实际发生的量之间的误差，这两个不同样的概念，是吧？一个是回归的 mean square error 的概念，一个是你预测准不准确啊？平均来讲，每一个年度的误差有多少？这两个是不一样的概念，不要混为一谈啊。OK， 那所以你看一下828页上方那个图，可以发觉 trend analysis 的那条蓝色的线啊，那么底下它有 accuracy 的 measures， 就是准确度的一个指标 ，MAP 也给你 ，MAD 也给你 ，MSD 也可以哈。啊那么这些通通都是准确度与否的，我这没有讲 MAD 是指什么？那电脑上头它那个，我们现在讲 MAPE、MSE 还有 MAE， 它这边多了一个 D 出来，啊，不过总之啊，它这边呢纯粹是就你的 trend。啊，那你这个 trend 呢，去跟来当做一个预测量，然后去看它的这个误差的情形，去做一个比较。好吧，我们今天就上到这边啊，那下礼拜就从这边再开始讲。